现年31岁的陈家宝在19年为老公黄仲琪诞下大女 Hosanna， 在第二年再突然宣布生了幼女 Eliana。 估不到 Angelia 今日在社交平台宣布第三度怀孕，三年抱三，真是恭喜恭喜啦。Angelia 分享了一张凸肚的黑白相报喜，不过她就未有透露 BB 的性别。她留言说，第三次的感觉熟悉又有点陌生，依然好惊喜，因为小朋友是一份天父赐的礼物。Angelia 透露今次怀孕较之前攰，好彩老公在身边支持和照顾。问到是不是三个就够晒数，她就说三个小朋友家庭已经好大，要对他们公平，好好照料和教育他们，同时又说未必有心力再应付小生命，所以个肚点都要封住先啦。